有吗？走，随便好啊，对，随便好。这一块，你知道玩松雪啊？就这一块，滑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。会吗？是啊。哎、欸，不会。哎、欸，不会，不会。有点，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累耶、欸？是不是累啊？也有这个可能啊，因为这个粉有点跳，嗯，然后肌肉也被超过了，所以其实滑起来跟刚刚差不多感觉，嗯，要用到肌肉，嗯。来试试看。你不觉得有点难滑吗？还是只有我？你会觉得有点难滑吗？不大行。可以啊。那个是有人的棒棒掉了，铁板掉了。这个人吗？他要拿过去吗？特价练习。嗨，大丈夫です。嗨。大丈夫です。嗨。好酸哦！成一团。对啊，我说，前面这一段滑，你如果感觉好的话，你要试着再做一次左边缆车啊。哦，好。但是就回去这样。好像很浪费。
好，那我们就做一次左边那个吧。好，赶在这些人之前。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啊。哦，好吗？再滑一次就好。哦，好，没有啦，你喜欢的话。这是什么环节？就是插进来。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插进来了。对对对，一模一样。是啊。啊？那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办？再好啊。那我走跟你走。你一定能进啊！照子的是左边的，没照子的是右
上，早上，早上不是。身体很热吗？超热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汗啊什么的。在手中等我一下吗？我想要再查一查。弄，因为它还是又湿掉了呢。嗯，很希望。奇怪了，我觉得这张图有问题吧。嗯。哦，现在好清楚。现在位置明明在3号下面，为什么它
说现在位置在五号上面，知道什么意思？现在明明在我们中间这一条，对，滑下来一点点，在这里，所以它的现在位置是比较错的。嗯嗯，对。对啊，这样看起来是。为什么它马上就又雾掉啊？因为我脸太热。对啊，还有就是我脸这个还是有遮好。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都要保持空隙。然后口罩也是啊。口罩戴好了吗？可以。对，你跟我的问题一样，就是口罩也放在面罩里。对，也在眼镜。这里还好，下面比较陡。对啊，力气的话去铲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我找到原因了。你去看那个牌子，左边黑，右边红。我应该走右边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滑的是黑线。只要很下面看，好讨厌哦。你现在的那个脸会觉得冷吗？不会。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面罩先往下拉走，全部拉走？全面冷冻。但它已经湿了，它有吹干的可能吗？什么叫吹干的？就是它在干掉的可能。如果我不但是降温啊，我的诉求是降温。我要再查一下，因为我还是看不清楚啊。然后你上面的头发也都没办法拖走，因为它推到上面还可以。我会把它顶走。顶走，然后面罩再拉掉。再滑个两下，让冷空气灌进来。你滑的时候会觉得有里面透气吗？没有。还是说滑得不够快？没关系，这里是红线，比刚跟刚比一点都不冷。还是很不平啊，还是很不平。竟然有雪攻击我的眼睛，哎，有雪怎么会飞进我的眼睛？有雪飞进我的眼睛。哦，很透气。再滑几下，凉下来，有比较不起雾了吗？不知道哎。继续滑吧。
话切得回去吗？我就是不知道啊。好，我们就保持一股冲力，一直你我跟在你后面，往左切，切。都是哦、喔，对啊，抹掉就好了。那我的呢？你的还好，你也抹一下吧。有两滴很小的水，几乎没有差距。那上去以后往右走还是往左走？随便，回得了家就好了。都是绿色的。这里滑下面恐怕从头到尾不刹车才滑得了，动不了。现在就又感觉很多雪，就顺着你飞过来，一瞬大块。怎么了？我想用手要接，我看我接到多大块。看运气喽，如果它很轻的话，它会顺着气流绕过你的手。椅子上很多。啊，回去回去。嗯。嗯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照片传给我，他有没有拍一张？啊？他有拍一张。上去什么都看不到。右边很平，你要去上更高的吗？他有开吗？有，但是什么都看不到、啊、而且一上去就要黑了下来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他好像有个长兵绿线，但是没发现。嗯，往右吗？往右，注意往右边。动不了。
家很大很舒服啊。可是我觉得那可以耶，有吗？有县长树，就是我们刚刚一下缆车那里啊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刚刚我们停的地方在哪里？咖啡色屋子的右边吧。所以你是说要这边冲过来吗？嗯。那要一开始就用冲的进来。然后穿越这个线，好，所以这边就可以回去了，这边可以直接滑回门口。等我啊！
都是干妈。自己咬过了。我看你的帽子。你先不用看，我先转过一整圈再说。起来往后倒，不是这样倒，你这样会手都勾破的问题的。啊，头啊头。哦好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跑到帽子里去，好，算了。对啊，帽子也动啊。好了，铁定，铁定。铁定湿透了。
怪的。手上都变水了，那我弄断你的、啊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掉了。我的手掉啊？你弱智！你有办法说话怎么不用？你去别的地方做啊？先打。Coco 关了呀？啊 ？Coco， 我刚以为你要帮 Coco。